胡宇辉、陈婷婷爱情长跑八年，去年求婚成功后，大家就一直期待他们的婚礼，怎么还不来？胡宇辉31日出席新节目记者会，意外曝光这个大进度啊！登记的，有登记，登记在纽约登记。月的时候，七月，七月，然后基本上是因为就是找不到场地，台湾找不到场地，台湾找不到场地。他想要户外的，那你台湾登记了吗？台湾还没有，还没，就是先，我们至少已经在纽约了，那我们就是在纽约登记，只是还没碰而已。那纽约有多少亲友参加？其实也不多，因为基本上是大概4-5个而已。随时可以当爸爸？随时随，还是要以传统为主了，先办完婚礼再，再有下一阶段，不急不急，你们都比我急，你们都比我们急，老实说。现在没有想好要什么时候登记。没有，只要先找到好场地，那个场地定好了，然后就开始在印下来。对，今年来得及吗？来不及。哦。但是至少有再进一步了，登记这一块，在美国登记。谢谢关心，谢谢。所以现在我们要称她为胡太太。可以。耶！喜讯曝光后，婷妮经纪人表示，不知道今天宇威要公布，但是好事、喜事都很值得跟大家分享啊。